明洪武初期，天下甫定，社会底层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天下兴亡的道理，登基之后就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，决心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清正廉洁的新王朝。天刚破晓，多数百姓还在睡着，又是一日的早朝。你们当中有人烦了吗？朕昨日听说你们当中有人做早朝诗一首，已经流传开来，朕也听人念了，说什么"四鼓东东起濯衣，五门朝见上闲池。何日得遂田园乐，睡到人间饭熟时。"这首诗是谁写的？臣前载之罪。前载？臣本无心，臣本无心呐、啊。朕身为天子，尚且日起四经，披星理政，深夜秉烛批阅奏章，日不暇食，是夜不安寝，还必须让自己觉得是甘之如饴，这是为了什么？无非是为了经常想起创业之艰难，百姓之疾苦。那么你是不是觉得大明朝已经天下太平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，所以不应该天天这么早就换你们上朝了？臣日日早朝，从未间断，只是这几日。好了，你既然不想早起，又怀念田园生活，朕看你年事已高，成全你，你可以革职为民了，回老家种地去吧。
爱睡到几时就睡到几时。陛下，臣愿从头做起。闭嘴！这首诗还就把它刻在奉天门外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大明朝的官吏就是要日起四经。谁要想搂着婆娘到五经，就把婆娘先休了，再来当官。一旁听着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凤阳暴乱头目高峰、黄刚昨夜已经押解至京。带上来。带黄刚、高峰。走。跪下。我不跪。跪下。跪下。你们哪一个是高峰啊？我死到临头了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就是朱元璋啊！放肆！我是朱元璋，当今的皇帝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和你差不多，都是活不下去了才造反的。我也当过要饭和尚，就是运气没你好。出言不逊，念在同乡的份上，姑且饶过。你不就是同乡的重八吗？啊，行，我佩服你，替我们凤阳人争了脸。可是，犯在你手里，你饶过谁呀？拖下去斩。是是。走走，老子不怕。我也去。站住，朕有话要问你。放开他。读过书吗？认得几个字儿。那个呢？跟我差不多。他说活不下去了，何至于此啊？我们一千多人修成，饿就饿死了一百多人，还有那些生病的，又死了一百多人，不烦又如何？劳役不是有粮饷吗？粮饷？两个千户串通一气，四个月的粮饷被他们克扣了一半，我们吃完了，还要用我们自己身上带的钱去买吃的，没带钱的只能饿着肚子干活，饿极了就吃草吃树叶，钱花完了也一样，找千户要饷不但不给，反而打死了我们两个领头的，你说活得下去吗？为何不告官呢？你造反的时候为何不告官呢？大胆！黄觉寺还在吗？在。庙门口那个朱五爷还好吗？村上死了。哦，也是饿死的。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这么难吗？我们不敢做陛下的乡亲，我们离你们东乡还有四十里地呢，沾不上什么光。难道比雇员的时候过得还差？皇上，你下去看看吧，最好不要穿你这身衣服。明白，受教。克扣你们粮饷的那个千户叫什么名字？李洪强、张道光。知道了。
拖下去斩！走！走！你们刚才都听到了。自建朝以来，朕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劝诫你们，为官者务必要吸取元朝父王的教训，要安分守法、克勤克俭，切不可亲谋公堂、剥削百姓。 为什么直到今天，各地的民变依然不断的发生，甚至连朕的老家都能发生民变？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你们当中不会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。难道你们还希望再看到一个朱元璋？那还得再死多少人？韩铎，微臣在。 凤阳克扣粮饷之事，你知道多少？微臣调查了，乱民所言并无根据。是吗？根据微臣调查，凤阳筑城之民工确有1000余人，也确实死过一些，但从无发生贪污粮饷致人厄运之事。民工丧亡，皆因当地瘟疫肆虐，无力抵挡。千户。 李鸿强、张道光二人忠于职守，克己奉公，市民如子，更不可能激起民变。望陛下明鉴。依你所言，凤阳为什么会发生民变？陛下，凡生民变之处，必有民众聚集，则粮囿混同，其中难免夹杂别有用心之徒。 此等人挑拨是非，煽风点火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方才高峰、黄冈二人极为此类，对这种人一定要施以铁腕，严厉镇压，杀一儆百，后防患于未然。朕当年起事时，算不算得别有用心之徒啊？这，刚才那高峰算不算得又是一个朱元璋啊？ 胡惟庸说：“启禀陛下，据工部营膳所知所呈，正是袁解发。工部左侍郎韩铎上任以后，伙同工部郎中丁嗣忠、翁经正、员外郎胡顺华、姚能玉等官员，先后放卖工匠2555名，德钞13350贯。” 克扣工匠伙食钱3000贯，倒卖芦柴20000000，八千捆，德钞6000贯，还倒卖木炭80多万斤，德钞16000贯。上述款项都被他们贪污私分入籍，昨夜又查明凤阳之乱，也与韩铎对部下的纵容有关。陛下，这些数字。 都是捏造杜撰，正是原上任不足3月，工部事务尚且生疏，竟然向壁虚构，作伪寻衅，血口喷人，一定有人背后唆使，居心叵测，希望陛下明察。你自上任这一年多，自认为干得怎么样啊？微臣上任以后，不忘皇恩。 恪尽职守，奉公守法，亲政廉洁，日日早来晚归，兢兢业业，不敢稍有懈怠。大事小情，未曾出过大的差错。这10多天来，朕命你在宫里清理元朝典籍，你都没忘别处想吗？微臣不敢胡思乱想。来人！ 将丁嗣忠、胡顺华、翁经正、姚能玉4人带上来。带人犯！你们不能胡咬一气啊！本官待你们。 还是不薄的，韩大人。
你待我们是不薄，可你一直说不会出事儿啊。胡大人，你把郑世元介绍给本官，不会另有用意吧？倘若你做的执行的正，就是有用意，又奈何于你呢？禀告陛下，是韩铎指使罪臣卖放工匠，从中贪污钱钞的，一共卖放2550人，得钱钞13350贯，罪臣分得5000贯，罪不可赦，请求陛下从严惩处。韩铎要罪臣克扣工匠伙食钱，一共克扣3000贯，克扣的钱是韩铎分的，罪臣只贪污了1500贯，这钱都退出来了，请求陛下饶臣不死。罪臣倒卖炉柴，从中牟利，为韩铎所指使，分得3000贯，一时糊涂，死而无怨。只求陛下可怜我的家小，放他们一条生路啊。罪臣糊涂，鬼迷了心窍，罪臣分管木炭，可韩铎对我说，朝廷对木炭没有死数，搞点去卖，换些零花钱用，他说干我就干了，前后共倒卖木炭一共80多万斤，得钞16000贯，韩铎拿了1万，剩下的分给了我。罪臣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13口全都指望于我，求陛下开恩，给罪臣一条活路吧。来人，将丁四忠、翁京正、胡顺华3人凌迟处死，夷其3族。将姚能玉处抽长刑，夷其3族。是是。陛下，陛下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快走！饶命啊！快走！饶命啊！韩铎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陛下，你可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！韩铎，你死心吧，你的家已经被查抄，赃物俱在，连你的亲属都已经认罪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韩铎，朕待你不薄啊。做一个清官太辛苦了，罪臣正3品，月俸10担，若想治田治产，永远没希望。陛下，你为我们这些臣子们想过吗？朕在想，你们当官就一定得发财吗？朕告诉你们，朕都替你们想过了，以今天的国力能够给你们的，也不过就是一个30-40亩、40-50亩地田主的禁邑，要想再多没有办法，国力有限，所以让你们生活要量入为出，不可浪费，宁可有余勿令不足。自开国以来，朕难道是第一次跟你们说这个话吗？陛下，自古以来千里做官就是为了发财，请问在这里的这些人有一半是干净的吗？你放心，朕会见到一个杀一个，朕要杀尽天下贪官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来人，在将韩铎处剥皮宣草刑，夷其3族。
是。走，陛下，陛下。朕出自布衣，你们当中没有人比朕更了解什么叫农民。四民之中，士最贵，农最劳。什么叫农民？春天鸡鸣即起，就得扛着犁赶着牛到地里去耕种，好不容易栽下了禾，又得拔草中耕，烈日炎炎之下形体憔悴。到了秋天，有那么一点收成，疏关之外能剩几何？一遇水旱虫灾，则全家大小惶惶然不知所终，而历来居官者多数不念农民之艰难，只顾剥削虐害，毫无心肝。朕在民间之时最痛恨的就是贪官。你们并不是真的知道那些农民是怎么样的挨饿受冻，怎么样的居无定所，你们也不知道他们饿极了会做出些什么事情。以千民工暴动，完全是出于贪官的杜政害民，无视王法，致使民无以遂其生，民无以遂其生，则亡国有日矣，国之既亡，与你们又何益之有？嗯，传正是元。传正是元上殿。微臣郑世元恭请陛下圣安。为何如此打扮？微臣以为陛下特召微臣进殿，必是微臣有罪，特地着罪衣前来请罪。你以为你有什么罪啊？微臣告发本部韩大人等贪赃枉法，克扣钱钞，以为所呈之状必被驳回。韩铎乃正三品朝廷命官，为朕所倚重，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九品官能随便告得倒吗？微臣是这样想的，就算是能告倒，也不会来得如此之快。若是告不倒呢？微臣要一直告下去，告到获罪为止吗？是。那么你以为朕应该表彰你了？微臣不敢，但微臣以为在大旱之年，陛下尤其应该重视肃政反贪。接着说。惩治一个粮长能够救活三五人家，但是惩治一个贪官或许可以救活成百上千的饥民。你说得好，朕赏赐郑世元2000贯作为鼓励。谢陛下隆恩，但微臣受之有愧。朕决定任命你为监察御史正七品。谢陛下隆恩。平身。谢陛下。今日早朝，百官皆聚集在此，朕问你们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这官当得没有意思了，您可悠闲在家？如果有，现在可以站出来，朕绝对不会怪罪他，一定发足了心愤放他回去。一个都没有吗？那就说明你们愿意留下来当一个清官，
是吗？微臣愿意。今后凡是贪墨之官，不论轻重，一律判以死刑，绝不宽待。朕倒要看看天底下有多少人还想以身试法。微臣谨记。爹，你一路上多保重啊。皇上事情多啊，我去去就回。爹，如果皇上问起我，就说我一切都好。切，这还用你说？这小子。哎，老爷，你慢点啊。一路上伺候好老爷子。大人放心好了，一切都包在小的身上。好，走。放这儿。下去吧。辫儿，这是你的位置，坐下吧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跟朕一块儿在这儿批阅奏章。是。今日早朝有何感想？今日儿臣看见父皇以雷霆手段成坛的魄力，真是深感敬佩。不过今日儿臣也见到如此之多的贪官，还是颇为震惊的。贪婪是人的本性，有官就有贪，难得有像郑世元这样的清官呢。治理天下确实是需要像郑世元这样的清官，但是跟清官打交道不容易啊，有的时候比跟贪官打交道还难，你稍微不小心就会变得被动。清官可以以死保持名节，可是为君者就不可以这么简单。都说为臣难，其实为君更难。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了。听说最近陛下派出一些监察御史，全国到处暗中查访，查到谁，那是性命难保啊！哎呀，朱大人多虑了，陛下派到哪里也不能派到定远来呀。就算是来了，咱也不怕。老太爷和皇上那是什么关系？皇上亲自把老太爷请去做寿，天下谁能有这个待遇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咱们现在啊就得趁着老爷子在世，能捞啊就赶紧捞，别管那么多了。那好吧，老爷子去皇宫做寿这件事得让县里的人都知道。哎，我喜欢这块，那就这块吧。娘子用这块布料裁衣，一定是锦上添花呀。张仪带的小女子是谁呀？哈，这个是张仪新娶的媳妇儿。朱大人，不错吧？不错呀，这小子艳福不浅呢。走吧。猜想张仪要升官了。是吗？
世元，世元，快吃饭吧。嗯，来。哦，好。世元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按说，我不应该打听你的事情。可是，自从你做了这个监察御史以后，为妻的就十分为你担心。你我夫妻多年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什么事情。哎呀，你就不必隐瞒了，能告诉我，是什么事情吗？确实有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说出来，或许我能为你分忧啊。有人匿名举报，定远知县朱桓多有违法乱纪之举，且情形严重，在当地的民愤极大。朱桓？对，但此人并非一个普通人。他是谁？他是陛下的一个远房侄子，但其父有恩于陛下，渊源很深啊。莫非你又要涉身其中了啊？身为一个监察御史，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啊。可他是皇亲呐。是啊。有人在家吗？陛下。陛下。朕爱卿。陛下，微臣不知道陛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陛下恕罪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朕来看看。朕过去就听说你们家过得非常清贫，看来果然如此。可是朕不是有赐予你银两吗？陛下所赐银两，微臣全封在那里，不敢动用分文。为什么？陛下赐予银两，正是不希望微臣去接受其他的馈赠，保持好的名节。这是陛下对微臣最大的宠爱，能得到这个，微臣已经终身受用不尽，不再需要其他了。朕是希望大家都能安贫乐道，勤俭自持，尤其是身为监察官员，但是也不必过于苛刻。微臣以为人各有志，微臣选择的是清廉，苦固然苦，穷固然穷，但晚上睡得着觉，心中坦然。朕今天来到你们家，你是不是觉得十分意外啊？并不十分意外。哦，这正是陛下对微臣最大的信任。微臣倒真是希望陛下能够微服到民间多走一走，这样也许陛下能够看到和听到更多的东西，因为有人就怕这个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今天就想去看一看，你愿不愿意陪同朕一块走走？微臣非常愿意。就在这一带吗？听说就在这一带，经常有人会看见。不过陛下处死韩铎等人以后影响很大，所以不一定现在还有。有时候只是有钱的商人们在船上聚一聚。无妨，朕本来也想到民间来看一看，民间也容易遇到人才。朕当了皇帝之后就知道了，穿着龙袍是听不到什么真话的。客官请用茶。好。慢用。好。去看看。
看样子先生是个念书人。好，正是。我们可以坐这儿吗？请坐。谢谢，来坐吧。二位，请用茶。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，作何营生啊？啊，小生姓韩，名亦可，栖霞山教书的。老家在哪儿啊？重庆。重庆好地方。本人呢，只念过几年私塾，啊，想考考先生。哦，请赐教。坐副对联儿，请出。啊，重庆府，千里为重，重山重水重庆府，一人为大。大邦大国大明君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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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当今的皇帝算得上是明君吗？应该还可以吧。什么叫应该还可以啊？开国皇帝比较勤勉，农民出身，知晓民间疾苦，听说还很节俭，不想纵容贪官污吏，当然是个明白人。依先生之见，唯有开国皇帝才能做得到这些吗？开国皇帝是打出来的，知道世事维艰，也应当知道那把龙椅如何才能够坐得安稳。那先生也是明白人，算得上是才思敏捷。过奖了。听先生的言谈话语之间是颇有几分抱负的，怎么不出来做点事啊？正想去京城寻个差事。据我所知道，京里头现在肥缺一个没有，只剩清官的位置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我还跟一个人抢个肥缺，没抢着，只剩清官了。那正好适合于我呀。何以见得？人各有志嘛。也是。先生读过几年的书啊？十多年吧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有一首民谣是说，啊，十年寒窗苦，当官回头补，一岁一屋银，百姓无泪哭。对对对对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你看他当了官，如果没有补过来的话，那不就亏了吗？看来阁下是个商人吧。韩先生，在下听说这一带常出现一种花船，这是真的吗？那是湖上一景啊。怎么讲？最安全的寻欢作乐之处。什么人在上面寻欢作乐啊？当然是官员，一有风吹草动，船开了就走，随便到哪里一靠岸，把人疏散掉，岂不比深宅大院还要安全些？今天这个船会来吗？刚刚开过来的这条旧巷。他会过来吗？停停走走，岂不悠闲？这船上的官员，大半是外地去京城办事，在船上做东宴请的自然都是京官。他们在船上已经待了一整夜了，也可能有商人在船上谈些生意，包一条船至少要300贯，而一位五品官的月俸才20贯。老百姓都知道这些事吗？知道的人越来越多，
老百姓的嘴谁能封得住啊？哼，而且越传越邪乎，可是就是没有人到船上去看看。离京城这么近就没人举报？自然有人举报，可是举报信每每落到他们手里，谁还敢再试？在下也告过一次。